Ja.这个社团都怪怪的。之前也这样啊。小嫩哈，还没开始啊、哦？没有，没有挂哦。之前好像也这样哎，对不对？这个社团哈、哦。啊，你是阿提斯啊？有了，有了，哦，有有。来，我们一样哈，这个 CC 的话哈，一样是在这个社团里面做直播。这是一般叫 CC 的哈 ，Corolla Cross。那这一台车不用介绍年份，因为这个都是今年才刚啊，2020年才刚上市的车款。那这一台车已经走的是 TNGA 的底盘哈，所以这台车还有电款的。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所安装的那一款就是油电的哈，那这一台的话，这台不是油电哈，好，但底盘都一样了哈，底盘都一样。前方的话是 TNGA， 后方的话是类似 TNGA 的新的系统，可是 TNGA 的话，它是前后都是多连，前面是麦花臣，后方是多连杆，但 CC 的话，它后方是拖曳臂的系统，可是CC 它一样会针对底盘的设定哈。修改了一些地方，好，譬如说它的弹簧，它的弹簧的话变成是有一个高预载值啊。好，它的原厂弹簧啊，它也不是内径很小的直卷式哈，所以 KT 的设计啊，设计后弹簧了、啊，设计的跟原厂差不多，公斤数的话也打得不高啦，大概只有4公斤而已。好，所以这一条弹簧的话，它原厂长很多，那 KT 的话是250长。嗯，那最主要。这台车，像刚刚的车主有跟经理稍微小聊一下哈，车主是说这台车在高速公路上啊，特别的会很容易会摇晃。那当然了，车主之前是开一般的轿车，改了休旅车之后的重心，稍微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啊，当然也会晃一点点。但是Toyota的它的车系啊，像我们这两天，今天是礼拜五礼拜四今天礼拜五。到现在为止，一共装了4部车，全部都是 Toyota 的车系哈，所以 Toyota 的车系是它的底盘啊，会做的设定的比较舒适一点点。我们举个例来说好了哈，像Honda 的话，它有一台后面也是拖曳臂的车款哈，是 Civic 的9代 Type R FN2 哈，或者是现在新款的也都后方的话做拖曳臂的系统。可是拖曳臂的话，就一定会比较舒适，就一定没有操控性嘛？其实不是哈，单纯是车厂设定的一个要把车子设定在比较偏舒适，或者是比较偏性能。像欧系车很多的 Peugeot 的车系啊哈 ，PSA 车系后方也都是拖曳臂的系统，可是 PSA 的车系的操控性就做得非常非常强悍嘞。所以这个单纯啊是车厂的一个设定哈，但这一台车的。如果这个里是车前它的后面的筒身呢、啊，也有做一个特殊的斜度
希望啊，它的路感回馈会变得比较直接一点点。像一般推臂的后面的筒身，它都会摆正的。哦，像是一样是我们举托塔的车来说好了，像大鸭哈 ，Yaris 啊，它的后方就是坐直的哈。但这一台车啊 ，CC 啊，它是坐斜的，啊，它的变速器是坐斜的哈，比较特别一点点。那阻尼子的话，哇，这个就真的舒适了哈，也有轻轻翼啊。哦，这个阻尼的话是真的算是很舒适的一个设定啦，所以这台车舒适一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讲到操控啊，可能啦，可能就不是像类似这样车款的一个强项哈。那这里有一个蛮大型的上座哦，这个上座的话是要沿用原厂。这台车在拆装时候啊非常简单，连后方的内装啊都不用拆下来哈，它有一个上座，那上座的部分要沿用。那这个的设计的哈，我们KT 的避震器啊，前后都是正差的，后方的话会将正差来做导致，啊，导致的话有一个就是在调整的时候啊，会比较好调整一点点，手我们够到轮胎的后方啊，就能调整到阻尼的哈，所以这个是后方 CC 的设定。那如果线上啊有 CC 的车友，有 CC 的车友的话，赶紧哈，有问题可以询问经理哈，我们都可以为大家来做回复。好，这个就是后方的一个摆臂系统。正常拖曳臂的系统啊，避震器是会摆在这里的。但 CC 的话，为了啊操控性会更直接一点点，好，所以它的避震器的角度的话，刻意做一个回馈感会比较直接的一个设定哈，在这里。这个上座的话是需要沿用原厂。好，这里有上座，那上座的部分的话是要沿用，好，沿用这个是它上座的，所以我们把避震器把它做导致。所以调整钮是在下方，这里有一个调整机构，在这里。一般像这样的阻尼调整呢、啊，我们先来介绍这个好了哈，不然镜头移来移去的。这个是后方的调整机构，好，调整车高的话是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那这个是 KT 做的弹簧，好，这台车的后手的重量啊，因为是拖曳臂，因为是前置引擎前轮驱动，所以后手的重量会比较轻一点点。后轴比较轻，再加上是拖曳臂的系统，所以啊，这台车如果后方是做直卷式的弹簧，哇，那糟糕了哈，可能会比较偏向性能一点点。如果车友是很偏向竞技的设定的话，那我会推荐你，可以选择后方改成是直卷式的弹簧，我们来做一个赛道的设定也都没有问题。但是啊，这台车是中小型的休旅车，有很多都拿来是当家庭用车，有时候也可能要载家人。有时候可能要载长辈，所以我们把这一台车的弹簧设定啊，设定的算是一个小灯笼状的弹簧，所以它的压下去的回弹起来的力道啊，不会直上直下，不会那么的直接，就会觉得比较舒服哈。那这个弹簧在前方的话，我们做的更大，它的外径的话更大，所以前方的弹簧更大，但后方的话，它的外径不允许做那么大，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小灯笼，前方的话是大灯笼，所以都很舒适。那这个的阻尼调整比较特别哈，一般我们的阻尼调整啊是在上方，好，上方的话顺时针它是变硬嘛哈，逆时针的话是变软，但这个不同哦，因为它已经做倒桩了，所以由下往上看的话，顺时针才是变硬，逆时针才是变软，所以这台车 CC 的后方啊，阻尼软硬度在调整的时候，请车友啊特别注意一下。那轮胎如果装上去之后，哎，手就可以够到轮胎的后面哈，来做阻尼的调整哈，所以这台车车主的话，车友的话，可以自行来做阻软硬度的调整。好，那我们换来介绍前方了哈。我来先介绍一下 KT 的用料好了，因为我们这一段影片是有录影嘛哈，那日后的话会放在 YouTube 上面。KT 的话是这里哦，是台湾台中的潭子哈，是一个 KT 的制造的工厂。那我们在用料的部分哈，像是。里面所填充的阻尼油，避震器的阻尼油就好像是我们人体的血液一样哈，它的是在筒身里面是靠着这个液压油来做一个阻尼的传递，所以阻尼油非常的重要。我们用的阻尼油品啊，是用意大利一整桶大桶进口的来填充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那
有的油品可能是国外或者是台湾混装的油品哦，它的稳定度的话可能就不及像 IP 它是一整种从意大利进口那么的稳定哦，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啊都是使用意大利的油品。那 Toyota 的车系有很多的车友啊都会推崇的是日本 TIN 的品牌 TEIN 哦， TIN 的话它的品质也相当的不错，这个大家都知道哦。 TIN 啊它所使用避震器里面的最主要的油封，油封的话就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封， KT 啊一样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封。主力油的部分哦，可能是台湾油品的大概混装的一个2到3倍，油封的话又价差又更大，大概6到7倍左右。所以这些比较严选的用料啊，就代表 KT 的品质呢是相当的不错。我们有针对这些的一些小零件的细节哈，来加以琢磨，都也零件都是严选的。好，那前面的弹簧，这一条弹簧啊，它的弹簧线与线之间的距离哈，拉得比较开，这个的整体弹簧的外圈啊，会做得比较大。它不是做直卷式的弹簧，直卷式的弹簧我们压下去，它就是直上直下的力道。可是这样子灯笼状的弹簧，如果压下去之后啊，它的上下作动的行程会比直卷的还要多出 35%， 而且下压之后回弹的力道啊，因为它形状的关系嘛，所以有一部分的力道啊会往两旁释放，就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点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条弹簧经常会在一些休旅车或者是中大型也好，会因为车重啊或者是悬吊的设计，我们加予这样的配置，所以它乘坐起来的感觉呢就会变得比较舒服。那上座的话也不用沿用原厂， KT 的话也有附一个全新的上座。好，离载串的部分也不用再多花钱买可调式的买强化式的，就跟原厂的规格都是一样的。那旁边的话它有一些油管固定架在后方啦，这台车是设计在避震器的后方，都是跟原厂位置一样的。在侧面的话有 ABS 感应线的固定点，而且 ABS 感应线的固定点有两个位置都是要加以固定的。好，镜头的话你再移过来这边拍一下好了。好，这个地方这个有一个 A 固定点还有一个 B 固定点，所以这个是 ABS 感应线的固定点位置啊，全部都是跟原厂的位置是做很完美的设计。好，那所以如果啊车友们啦，好车友们的话对经理刚刚的介绍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很欢迎跟我们联络。尤其是啊 KT 的所有的销售的体系都有提供试乘车哦，因为避震器的话一组说贵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像这一套的话我们在台湾的销售的金额啊是26000元，含安装含定位哦，算是中等价位啦，但是一套也不少钱哎，所以，车友们的话，安装避震器很怕踩到雷，对吧？所以我们 KT 的话，从北区的经销商、中区的经销商，甚至是南部的店家，我们啊都有提供试乘车，可以给车友们来试乘。如果车友们想要试乘的话，记得要跟我们小编联络哈，我们都会为各位来做安排。那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再请跟我们联络。谢谢大家，拜拜。